这是好像一个 designer 就是手画啦 ，OK， 你看鸟人做的时候，这个可以当做是，就是放扶手的咯。然后如果是说你家里多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放下来。你看这边也是放下来，就是三个人到四个人做都可以哦。然后就是你在这边看戏啦。就是你叫我看戏看戏累了的话，你可以好直接躺下来哦，就好像就是休息哦。然后过后还有这种功能哦，是假说是你放下来啦，把它变成一个床，就是可以多两个人睡用。OK， 然后。这个很就是很 durable 啦，它是日本年月的哦，有这个五年 warranty 啊 ，for year 啦。如果是说你照住它的 step 来用的话，是肯定没有问题的。还有它的脚啊，有五年 warranty。然后这个好在爽在这个啊，你可以调这个 angle， 你可以坐直一点，或者是你要坐斜一点，看戏都可以。OK， 就这样子。